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啦，都就是结束之后就是会带大家出去走一走。去日本的话就带上我好不好？我可能不会带上钱杰。所以真的要考虑去日本吗？考虑中，我要去。江宏杰爽拿总冠军入场券，考虑去日本。全明星国歌脱口黄队波涛汹涌。现在就要有请小杰领队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晋级到冠军战的心情啦。是不是不习惯？我觉得他站在这边不习惯，我现在站在这边也不是很习惯。再给我一周的时间，我会慢慢赢过去，好不好？钱姐不会坐着看比赛吧？应该说，我第一季的时候，其实我比较真的。完全毫无经验可言。第二季的人生就出现了一些事情，所以基本上第三季其实是我成长最多的一季。我觉得那个第四季的选手们比较可怜，因为我确实变稍微比较严格一点，对吧？幸运。全明星四月底即将迎来总冠军赛，七号举办资格赛记者会。本季由红队抢先拿下总冠军门票，黄蓝两队将争夺资格赛名额。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啦，就是结束之后就是会带大家出去走一走。去日本的话就带上我好不好？我可能不会带上钱杰。所以真的要考虑去日本吗？考虑中，我要去。他国歌对于其实我觉得我们第一次，因为像第一次来参与嘛，那所以就是像那个小杰哥讲，我们第一次去就是学习经验嘛。但如果能够在第一次有这个机会去挑战两位王牌的话，我觉得是也蛮荣幸的一件事情。五个月来，他今天这一句话说的是最低调的，实在太不像你了。以前会不会觉得，就是到现在入围这么多次 MVP 都还没有拿到？有啊，就是一开始我其实每一周都很想要拿一次 MVP， 然后到入围的第三次、四次、五次、六次之后，就觉得，哎呀，平常心，队伍能赢比较重要。可能在播出的集数里面，蓝队确实比较劣势，但是我们其实暗潮汹涌。不会啊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蛮波涛汹涌。暗潮汹涌，应该说。暗潮汹涌。暗潮汹涌。哦，暗潮汹涌。我刚刚说暗潮汹涌。波涛汹涌，对。所以郭哥为了放松，对这个带他们去露营，做的多了，我们去露营、唱歌、吃饭、跳舞，我把我会的都几乎都展现出来。唱两句啊，我听听看。看我现在全明星，大家都关注，一定冠军。他打到现在，不知道多少杯，我打到不知道要派谁上场，我随便打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我是觉得就是今天应该也算是我主角啊，多我一些。你那个四年一次的世足，对不对？大家有没有下注一下？那我们这里你们不用下注一下。那钱姐差哪？你说压吗？对。终于不是二三。有可能还是二哦。现在剩最后一场，我们还是以就是交给小杰的战术，我们就好好的配合，然后可以稳稳的拿下这个总冠军。没关系啊。怎么觉得他们讲起来好虚哦？很有信心，70%、80%以上。